今天在这个上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会记录我学这个蓝调口琴，也叫布鲁斯口琴的一个过程。关键是不贵，方便，好带，好吹。跟口琴一样，可以吹，可以吸。啊，我同时也会分享我学到的东西，记录我的学习。然后同时呢，如果说有缘看到视频的朋友，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学习，不存在我是老师，我们看谁学得快。音阶的话，我已经大致的了解了，很好记，看图。最难的地方就是学口琴的人遇到的问题，就是经常的吹很多个音，这个是我要克服的。说实话，口琴实在太方便了。你看，等个红绿灯，一个音是哆，吹，然后吸。吃早饭前也可以练一会儿。还是从基础开始，现在不要玩曲子，曲子没意义的。先把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就像那个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师分享一样的，先从第四孔开始，吹是哆。啊，公司里面就非常暖和了。呀，吃早饭，今天就录到这儿。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，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个玩意儿平常是放这儿的，牛仔必备。好了，不能录了，上班，加油，拜拜。